再一个来，换一个姿势。好，没事，嘿，不知道干嘛。下一组是谁表演？我想如果等我的话，可以再等一下。好，没有等我的话，那就赶快。听说今年呢，我的对手又是号角响起，那这是第二次要跟他们对决了。一直以来呢，浩翔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不按牌理出牌，那这点让我蛮头痛的。我的特色呢，就是拼了命去表演，所以这两个碰到底谁胜谁负，我也不知道。但重点是，其实我蛮期待号角响起的表演，我觉得每次都让我捧腹大笑，叹为观止。所以今天大家请多期待号角响起。居然不是推荐自己，我的都一样啊，跳八年了。的时间则是疯狂练习彩排，再一次练习检查，喝个水，换场地继续练习。来，跟我重复一遍。如此帅气的男人，就是要拥有一台帅气的车。